空不公不义，关心咱的土地，咱的台湾。欢迎收听《一边一国爱台湾》。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乡亲士大，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大家平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收听，拢会当来收看，尤其透过着脸书的这个直播吼，咱是现场直播，来听咱一边一国看咱的节目，希望来讲出台湾人的心声。我是主持人陈志忠，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每一天在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咱做回空中结缘，做回来开讲，关心咱的土地，关心咱的人民，关心咱的共同的母亲，咱的国家台湾。那对拜一到拜六，每一天的中昼时啊，12点到1点，也就是现主持志忠的主播这个时段，和咱现场的时间。住伫咱的云林、嘉义、台南、云嘉南地区，佮加上中部的彰化，吼，云林、嘉义、台南、彰化，而且系好朋友，咱拢加听咱的指南广播电台、指南电台，这是 FM 的台96.9 ，FM 的台96.9，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吼，即个区域的即个乡亲时段吼，多多加利用指南电台。啊，这中昼是12点到1点。那讲这个时间，在哩咱的大台北地区、大台北收听的范围，包括台北市，佮加上新北市，吼、哦，规个大台北拢甲听中华电台。中华台是 AM 的台，周日是1026，AM 的1026。啊，在中昼是12点到1点。咱一边咧食中昼顿咧用餐，休中昼休困的时阵，乡亲时段也无气闲，做伙甲听中华台 AM 的1026，人伫中伫空中交流开讲。啊，若是伫下晡时啊，黄昏5点到6点这个时间，伫咱的南台湾南部地区、高雄地区、屏东地区，吼、哦，高雄听甲屏东，屏东听甲高雄，拢甲听咱的这个。啊，主人电台，主人台是 FM 的台哦，96.9，FM 的台96.9，这是正港有台湾意识的本土台，台湾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咱拢做伙甲听主人电台 FM 的96.9，96.9，吼，暗时啊7点到8点是伫台南地区，地中我的故乡。就听咱的詹文溪，詹文溪电台老牌主的民主台，免加介绍。台南的乡亲是大拢做熟悉，有哪爱听詹文溪节目？多咱暗顿食煞吼，啊7点到8点先甲听一边一国，来8点了，搁刷落看8点档看戏出的，安尼有哪介熟悉？所以咱一边一国的节目，会当讲是啊，这个规工哦，一工24点钟拍拼的放松，无咧要困的啦。对早时到中昼，下晡到暗时，无论是中昼时的这个指南电台、中华电台，到下晡的主人电台、暗时的詹文溪电台，吼、哦、FM 的89.9，89.9，一天24点钟，吼、哦，咱的手机啊，这个 APP 一边一个连播网会当啊，这个随时收听，吼、哦，一天24点钟都无。无听困的啦，随时你都会当收听，吼、哦，伊都24点钟一直重播了着。啊，即卖演出是透过脸书直播专业，吼、哦，听众朋友当伫顶关来留言，来甲地中吼鼓励按赞，来甲你的意见、你的想法写伫顶关，吼、哦，马上啊，咱即个等者广告的时间，地中就马上看会着。吼、哦，这是速度足紧的，这是现代科技的方便啦，所以当透过各种的方式，甲咱的声音。来做一个传达，哦，这嘛是咱来啊做这个节目，其中来主持这个节目，哦，咱为这个节目来拍拼，哦，一个上重要的目的。所以，用真是大是非常感谢，吼、哦，咱这个使命就是讲，甲台湾主流民意的心声，台湾主体路线，吼、哦，咱来拍拼、坚持、决心、甲行动，大声甲讲出来。不只要全台湾2350万人民了解，嘛讲予全世界听。
国际社会会当真清楚，吼、哦，愿意来行动来支持，然后台湾人民的心声甲诉求。好、哦、啊，所以多谢你逐天来收听，吼、哦，咱的节目，除了甲地中来看甲指导，吼、哦，有那甲本节目，吼、哦，雪中送炭，吼、哦，啊，提供支持，一个破白小天是非常感谢。啊，咱来共同来拍拼，吼、哦，来创造一个。啊，台湾人有尊严，吼、哦，这是咱的未来。只要有拼，就有希望；吼、哦，有心就有力；吼、哦，有拼，啊，就有希望。来，今仔是咱的新历是2018，吼、哦，2018年六月初一，吼、哦，又个是一个月份新的开始，六月一号礼拜五的时间，那算古历是4月18日，到今仔为止。记得台湾新的陈总统啊，毕总统受到政治案件、政治迫害、政治的追杀。足足已经3488天，3400天超过，加上88天，用真时代，这个是无算短的时间。哦，你这段过程当中受到的折磨也好，受到的这种冤枉，诶，这种的凌迟，实在是无法度用言语来讲。哦，这是，那不是亲身的经历过，实在无法度形容啦，真正无法度形容，不足为外人道。但是陈总统吼非常坚强去面对，吼、哦、这个咱爱去面对，因为这是台湾人的宿命。那讲到一定爱经过这种过程，才有法度甲咱的理念，咱要坚持一边一国，坚持台湾主体路线，咱要坚持要爱司法的改革，和台湾会当脱胎换骨。那讲到爱经过这段才艰苦，吼、哦、这个才有法度来实现，吼安尼咱嘛是甘愿欢喜做。甘愿受，甘愿来做，我拢还未洗清呢，功德还未平反，真相嘛一个宣传叫做大变，足足是3488天。来，这个咱做位拍拼吼，离平反指导顶关，互相加油，互相鼓励。今仔节目咱等一下正式个开始进行啊，同款是主题音乐之中会先来演奏，好啊，这个音乐来结束，咱就等下现场12:30正式开放咱的call-in电话07761。8018 call in 专线吼，现场的 call in 热线07761-8018哦。来，咱即摆先进主题音乐，用真时段唔通转台，精彩内容拢伫后壁。但是一一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感谢罗兰吼，谢谢。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来，多谢咱全国的好朋友，吼、哦，继续倒来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咱的现场。啊，你这个节目一开始，吼、哦，啊，之中啊，甲大家来报告，吼、哦，你昨我来拜访着台湾北社，吼、哦，台湾社，台湾北社，
这个台湾社现在现主席社长就是张业新吼，医师张医师张社长，嘛是日前的北社的社长。哦，啊，咱大家所敬爱的吼，陈昭珠吼，昭珠姐吼，啊，这块北社社长，伊当时伫规个辩案的迄种的过程当中，当然即卖嘛是爱袂平凡，吼，伊的过程当中啊，来伫这个上艰苦的时阵吼，哦，即卖徛出来声援讲话，佫有较济哦，吼，伫迄、那个佫较早前，伫2008年、2009年、2010年吼，啊，迄、那个啊头前迄几年的阶段。是上下斗的时阵，吼、哦，咱的台湾北社、台湾社、吼、哦、南社、吼、哦、这东社、中社啦、客社，吼、哦，啊，这些本土社团，吼、哦、不离不弃，吼、哦，包括对着啊，我的老爸陈总统，吼、哦，伫这个司法顶管所受到迫害来声援，包括甲法庭顶管遐记录，哦，以前大家可能也唔知影讲，原来蔡秀芬的这种的真面目，蔡秀芬是安怎哩法庭顶管？安尼非常安尼无公平，安尼就殖民岛诶，来修理着阿扁总统。迄阵外界拢也无了解啦，外界个拢也毋知影诶。你甲即个法庭记录，吼、哦，迄阵阁有出一个小册子，吼、哦，物业黑老，吼、哦，即个当讲起雾雾诶，迄个暗暝，然后物业吼，迄、哦那个啊天气咧起雾迄个雾，吼、哦，物业黑老，啊，甲即个记录拢写起来。哦，做这是咱迄阵北社也好吼，咱即个这些社团啊，为着要甲这个台湾人要守护的这个公平正义吼、哦，咱来做一个发声。所以特别我来啊，这个拜访两位社长，就讲、是、台湾社的张社长，啊，佮现主席北社是李川信吼、哦，李川信社长，我那个请教吼、哦，对着啊，一寡对社团的看法吼，因、哦、的啊基层的心声吼、哦，啊对着。现主席，咱包括你外交内政哦，各方面，佮包括选政的问题，大家咧论就是有哪烦恼着哦，年底哦，十一月二十一关哦，几个包括管区是毋是有危险性诶？哦，较有五波诶，哦，还是讲有即、這个啊有拉警报哦，还佮包括着台北市、新北市这部分哦，是要哪处理较好？虽然正式提名姚文智立委来参选，但是即摆。哦，亲像这个卢秀莲副总统、前副总统，吼、哦，阿姨讲安尼是不是安尼？伊要独立参选，吼、哦、啊！这哪讲真正叫发生？这变作内部是都内部的无整合无好，这都已经无团结起啊！你讲团结都不一定拍赢呢。啊，你讲内部无团结，这是危机重重呢。所以用真是大，这个对着吕副的部分吼、哦，实在咱的小英总统、小英主席。哦，是讲即摆的单局秘书长吼，你啊，总统府内底做总管吼，有哪一个？即公民的啊，系外交吼，和蔡总统会当较专心伫国政顶管，哦，一寡即个对外的吼，咩咩角角要怎处理？哦，即个人啊，即个吼国界吼，要怎来啊互动交往啦？吼，即照讲是总统府秘书长会当代表总统来做个即个工作。说实在，啊，你个小英总统来拜访，吼、哦、吕副，吼、哦、啊，咱个沟通一下，吼、哦、啊，拜托伊当国专大局，啊，你这个台北市长选战，吼、哦、啊，咱内部一定无团结，那团结都无一定拍赢，佮无团结，哦，所以你这几个要角，吼、哦，这种要先整合好啦，这是介重要。啊，所以你讲台北市要哪赢，吼、哦，这个大家对着迄、那个要哪来拍一场选战策略。哦，伫中华人北社、人台湾社交啊意见，哦，听大家的心声啊，咱伫高雄咧观察咧，无一定较准，哦，啊，就听大家意见，哦，啊，即轮到讲，包括对着法务部，哦，古泰山部长实在，大家实在已经是怨声载道啦。那变啊点名讲啊，内阁对一个部长实在不适任的，第一拢讲着法务部啦。法务部即个古泰山部长，毋是因为讲伊公开吼。啊，这媒体中，我个人讲，我无资格人讲到啊，这个辩论特写的代志，哦，这个人的代志拢小事，哦，用真是大，这咱无把这个代志放伫心上，这拢小事啦。哦，因为地中我是对事不对，无对人嘛，我是针对讲啊，法律安怎规定，哦啊，法律老漏洞安怎甲补救，啊是讲对着特写，世界各国的考虑是啥物政治考量嘛，政治案件嘛，套讲要做民调的，
好，所以我是对事不对人，吼、哦，咱人苦泰山保长，咱也无迄、那个无结怨呐，吼，也无对人的部分来讲。好、哦，但是即个外界的反应是讲，法务部哩过去两党以来，对着司法改革的部分，都是交白卷嘛。这是大家对着区部长上不满的所在呢。好、哦，你讲对着扁案无积极来平反，这是一部分。但是除了扁案以外，台湾的司法敢无需要改革？即法官唔免来有一个退场机制，还是监督的机制？对着即检察官个人是滥诉的，对着法官个人乱判的，即种有政治意识形态法官，即个司法院也好，法务部也好，顶有拢是交白卷嘛？许宗力院长、邱泰山部长两个上重要的司法首长，然后伫小英总统要讲推动司改，结果两个拢交白卷，啊，无怪大家对着法务部是安尼，会当讲吼。啊，看不认家，我看迄个声音是大家哦，大家拢听会到。啊，这个问题是人的问题，才讲这个问题变人的问题。所以大家咧讲啊，你讲教育部长吴茂坤失职落台，大家讲啊，吴部长实在迄个代志瑕疵嘛，无啊严重。啊，大家咧点名讲来处理的，哦，大家点名讲来处理的，真正讲部长不要换人啊，外交部长要换人啊，去独独多啊，这个法务部长。邱泰山是不动如山呢，好、哦、啊！这个对调规个政府也好，内阁也好，真正有加分吗？法务部的这种的作为啦，对调这两年以来，小英总统政府有加分吗？老实讲，你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呢。我刚开始扣分的较侪呢，因为法务部的改变，照讲部长应该做是司法改革，司法改革。不只是为着法务部做成绩，嘛是为着小英总统的加分数，因为司改是蔡总统上重要的政见甲目标嘛。你这个司改，哪会当做几件，让大家人民有感的这种的，无论讲是新的做法、新的改革也好，还是讲甲旧的这种的不公不义来甲做一种的消毒，还是讲让人民心中一种的啊万分也好，一种的不满也好。会当有一个适当的啊抒发，会当互伊填补起来，这对着小英总统绝对是加分啊。但是显然，邱泰山部长、许宗力院长拢无做着这个工作嘛。大家咧讲法官，哦，这个公信力足低，啊，要怎来改革法官？要怎让这个审判制度更加公平？所以大家咧讲，啊，来讨论陪审团，陪审团来成立，是毋是会当补救？这种大家对着法官的判案不公平，一种疑虑嘛。结果司法院甲你用一个讲做陪审，一个做参审制啦、观审制啦，好你伫遐看，袂当差不判决，啊你遐看要从啊咱坐伫迄个民众的旁听席嘛，会当看呢？啊是不要讲做国民法官，讲专业的法官啊，甲国民法官安尼斗起来，有真是大。你想讲一般人毋是读法律的，你看到伊法律条文，你就看无啊？你袂上袂，你要哪人遐职业的法官伫遐咧论遐啦？职业的法官，人国民法官是要哪讨论啦？你本身伊的这个所学的有差嘛，经验无同嘛？你一个国民法官，你可能是法律的门外汉。你我拄到一个伊判二十年、判案三十档经验的职业的法官，你要人伊安怎论？你讲嘛讲输伊啊，所以你最后意见可能听伊的。啊，若是安尼的时阵，这个所谓国民法官制，伊的目的何在？伊本来要发挥的一种功能就无嘛。哦，你陪审团是讲哦，跳规法官，哦，法官是最后，比如讲啦，判有罪，啊，要哪量刑；判无罪，要哪处理，哦，这种的问题。但是迄个有罪无罪认定，哦，对证据安尼一步一步来推敲，还是交陪审团嘛。所以陪审团就是讲，这个人伊本身无一个偏见里啊嘛。尤其你十二个呢，你讲一个法官有一些形态，三个法官合议庭有一些形态。你讲要十二个陪审员拢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后，绝对拢民进党，绝对拢这国民党，绝对拢亲民党，绝对新党，绝对统促党的吗？敢有这种可能性？这种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嘛。所以透过这个制度，而且伊也共视觉嘛。哦，你要判人死刑，你看我严重；你要判人有罪，看我严重。这种还共视觉。用安尼来防止着特定吼、哦、一位两位法官伊的意识形态影响，像阿扁总统的案例上好的例嘛，像郭耀基部长案例上好的例嘛。啊，你看你讲要再审，
这嘛无法度互你过啊，要非常上诉更加无法度你过啊。啊，这种冤枉也免啊，要总统的特赦哦。啊，即卖讲啊，赦免法无规定清楚，啊，赦免法无清楚，即卖就已经提案，你为提案要修法律啊，党团嘛无要处理啊。啊，所以你无要处理，啊，佮一面讲啊，赦免法无定清楚，啊，毋是伫遐鸡生蛋，蛋生鸡，伫遐塞来塞去，啊，代志无解决嘛。所以即卖毛人咧讲啊，国务机要会的部分，会计法的修法先解套嘛。当年伊准是佮国民党，好啊，即个要会计法要修法，甲特别费都罪化，当然国务机要会应该包括在内，因为国务机要费咧是总统的特别费嘛。但是伊当时国民党、亲民党调过伊啊，好，伊讲啊，你若无要甲国务机要会排除吼，我就无要通过嘛。啊，所以准民进党，佮包括这个啊，柯总召吼，啊，党团的总召嘛有去这个乌罗当中，人阿扁总统缅怀讲啊，这个要哪？阿扁总统讲啊，当然你其他先，互大家解套嘛，国务机要会以后再来讲吧，莫因为个人的国务机要会来影响到规个历史工业的处理嘛，因为这个佮乱落是国家大乱呐。你去浪费这些司法资源，你不这特别费啊，国务机要会国家大乱，因为是制度性的问题嘛。因为制度的缺失漏洞，比大家人比做哎，要用他人发票、用其他发票来补这个不足嘛。啊，你讲哦，啊，这犯法的，这犯法率，我安尼全国所有公务人员做首长，大家拢犯这条哩。你佮包括伊当时所有的国民党嘅首长、民进党嘅首长。你八年之前的任内，所有做过部委首长的、做过议长的、做过行政议长的、总统、副总统啊，大家嘛同款状况，因为是制度性的漏洞嘛。啊，所以变总统讲不要紧，哦，我这后边去处理哦，甲柯总召讲，讲你赶紧，让国民党哦，让这个调解协商处理就好，哦，这个会计法修法先改掉嘛。所以马英九的特别会，因为安尼嘛是一部分有得利呢。主要因为出罪化了，无个追究嘛。无马英九特别会来查落，哎，开会呢？马英九特别会是大有问题呢。迄毋是亲像阿扁总统这，是去予人陷害的，是甲你硬拗的哦。啊，但是因为全国出罪化，我、哦啊、说这民问题拢免读掉嘛。所以用这时代，即卖无得甲打出一步是较实际。哦，这昨人即个台湾社、北社城长嘛有讨论。哦，你讲要特赦，牵涉到总统、小英总统伊个主观的意愿，伊个属可以决定，这较复杂，佮牵涉到其他的人。哦，啊，你讲你国务机要费是上炸，扁案上炸国务机要费嘛？哦，啊嘛是上严，伊当时讲的是上严重。哦，要来甲阿扁总统，哦，这个收押嘛上国务机要费，迄阵判无期徒刑、撤销文嘛上国务机要费，结果即摆是判无罪。啊，所以嘛证明讲这个案件确实有大个问题。哦，所以若要来平反，踏出第一步，哦，即、這个大家社团共同意见，哦，即未来大家嘛共同推动，就是讲对国务机要费，哦，牵涉的会计法的修法论，你得甲包括在内就对啊嘛。啊，无什么理由要排除呢？全台湾所有即个首长拢特别费，他有讲哦，这国家的元首，哦，即、這个总统、国家元首无特别费，行政院长嘛有特别费啊，副总统嘛有特别费啊，各部的首长嘛拢有啊。啊，所以这个应该爱对法律面、制度面，哦，对立法院来做一个改观。那安内局嘛，打出第一步。哦，你讲啊，特赦是不是要修改赦免法，还是讲特赦干涉到小英总统主观的意愿的问题？无要紧，对这个会计法修法律开始。哦，所以听众朋友，咱这总是去想迄个方法，哦，啊，伊的方法本身会当解决问题，哦，啊，佫会当予咱所要追求的目标，哦，来实现。来，今麦咱先进一个广告，咱一个更安全。啊，今麦是一边一个爱台湾的节目，哦，空中进行中。来，今麦先甲听一个哦，马上去等来，感恩努力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广告的时间之中，同款要来推荐实在个安心的优良产品。正成 Q10 正成深海鱼油新鲜地鸡精和平菇浆汁加补充钙质的钙滴加今天要特别给大家介绍是深海鱼油深海鱼油是用深海鱼去提炼去制作跟一般的鱼油不同款营养价值更加高
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 很多我们的时代都有在吃这味，而且还拜托朋友出国再回来，因为对着深海鱼的挑选，海水的水质很重要，清洁的海水可以避免到我们的原料受到环境污染，所以我们的正常深海鱼油原料是特别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挪威是已经到那个北极北极圈，所以海水的水质最好，是欧洲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所来做的深海鱼油是安心又有保障，不违规，要吃到品质最好的深海鱼油，以后不用再出国去买，拍到同一款正常深海鱼油一罐吃两个月2200块，再来是我们的补充钙质第一选择，钙D加，钙就是钙质的钙， D 加就是维生素 D 的意思，对这个钙质的补充分几种，以吸收率来讲，最好吸收是柠檬酸钙，再来则是乳酸钙、葡萄酸钙，最后是碳酸钙，但是用最好的柠檬酸钙来制作，这罐钙D加不是一般补充钙质的产品而已，一个专工添加足侪特别的成分，亲像这味是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啊，佮有维生素 D 佮胶原蛋白，会当增加人体对钙质的吸收，帮助骨骼佮喙齿的成长，予咱的听众朋友对骨头的补充佮保养有上全面的照顾。独家研发的钙D加一罐是120粒，佮黄金只要1200块。大人囡仔拢合用，会当用吞的，嘛会当用煲的，推荐予大家。另外三项产品嘛要介绍乡亲，正常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一罐只两个月只要2800块。和平牛樟子是甲行政与农委会技术合作，有国家级的品质甲保障的牛樟子，一罐是3500块。新鲜地鸡精用几只鸡鸭的基地，啉袂到传统的口味，真健康阁好啉。一盒30包5400块，即卖来自文 Q10 深海鱼油甲牛樟子，佮送你一点的点数，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请卡联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感恩努力，多谢。多谢咱空中的好朋友吼。啊，卡多啊，所听到的是工商服务的这个内容。好，那对着咱的产品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吼，我那欢迎你卡着咱的专线，吼，来甲咱做一个，吼，啊，这个询问，吼，啊，拢有专人甲你做服务。啊，多谢咱的，这个苏州广播的这些好朋友，吼，啊，来留言甲地中，吼，问午安也好，所以卡多啊，我那马上回，吼，实在即卖这个科技，吼。太进步吼，弟弟马上甲大家写吼，大家午安安呢，我嘛甲咱的节目加油诶吼，讲一边一个爱台湾啊，继续吼赞吼，爱当啊继续拍拼顶顶吼，实在非常感谢，啊嘛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多多帮一边一个节目分享啊宣传，好愈侪人知影讲，诶每一工诶中昼时12点到1点吼，啊咱这是现场有咧做这个节目，吼啊是讲。啊，各地区不同款的时段的收听，吼、哦，迄、那个频率无同，吼、哦，啊，你若讲麻烦，你通透过手机啊收听，啊，随时的24点钟拢有，想透过脸书看直播，吼、哦，啊，这拢会使一，吼、哦，各方面的方法，吼、哦，来，咱即摆来先关心台北市选情的部分，伫这个信用歌物语，吼、哦，122篇内底有咧讲到这個，就是姚文智选台北市长。哦，那讲伊的76，哦，变作赢的76，哦，这样的一挂想法建议，哦，姚文智选台北市长，哦，赢得策略啦。这个是安尼咧讲，吼、哦，蔡总统是蔡主席，吼、哦，即摆兼主席，伫中期会议已经正式通过征召姚文智选台北市长，哦啊，这个蔡主席嘛有接见姚文智啦，吼、哦，对着姚文智来讲，这是前会都要选啦嘛，吼、哦，啊说是一个漫长等待。哦、啊，总是有先有一个第一步的结果。同款拢是做过哩，阿扁总统8年执政时代新闻局长，林佳龙做过新闻局长，陈文灿做过新闻局长，姚文智嘛做过新闻局长。好、哦，阿、啊、林佳龙甲陈文灿拢已经做市长，吼、哦，台北市、桃园市。啊，所以即卖来论到姚文智来算，哦，其实这嘛是咱讲的好酒点红底，吼、哦，真好个代志。最后来当真正做，吼、哦，台湾。
原来到台北市长哦，乡亲是大，唔是像国民党，还是中国，中国台北哈。啊，那柯P有这中华台北哦，这两岸一家亲呢吼。啊，最后大家大家去做评论啦。姚文智是诉求的是台湾台北，台湾的首都台北。但是这个啊、应该是较公平，是讲啊，当提名了吼啊，姚文智讲绝对拍拼来当选，咱这唔是用公共的尔吼。哦咱这是绝对爱付诸行动，好，要哪来算，要哪来赢，好，要哪来做一个最好的竞选策略。你《勇哥物语》内底，好，有一个啊几点的想法，甲大家分享。第一就是讲，咱不是假提名真放水啦，好，咱不是假提名，有人讲啊，这可能是过水一个尔，最后可能姚文智被算进，哦，用进去那安内选进党的帮哦，千万不是讲假提名，好放水。大概去支持孔乙己新北市长的选举，好、哦，昨日这个台湾社北社嘛，佮讲到这阵，伊当时尤锡坤院长民调，实际上是差足近啊呢。但是啊，通牌民调，条官甲你讲，吼、哦、啊，朱立伦领先你的30%啦，好、哦，尤锡坤落后30%，都无比啊，喏，讨厌嘞，你看算出来，这差一个2万通票呢。所以当时那讲小英总统迄阵做主席，佮改造一改，佮改造两改。哦，是讲所有即个党内的力量，哦，大家搁站一下，最后是尤锡坤会打败朱立伦的桂冠呢。所以你看，那安尼规个历史拢改写，规个历史拢改写，到即马个，到朱立伦，朱立伦哦去啊选你的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的代志，规个拢改写。即马新北市就是啊杨院长哦在做哦，啊而且做了一定做好，啊来个连任。哦，所以千万唔通是讲是。真提名啊，这个假提名放水啦，不可能。哦，伊阵时啊，尤锡坤本来最后人敢要做势，哦，包括啊，请这个蔡主席来陪扫街拜票做势吼、哦。啊，但是当时阿边调查上济啦，未过啦，所以怎啊这取消？啊，所以小英总统去中华，啊，当中华最后有过，啊，所以开票只输24000票是出可惜的代志。哦，这个是第一，咱一定是选真的，拼到底。好、哦，不会放水。第二就是讲，佮多讲着吕副的部分，吼、哦，刘秀莲啊，前副总统要哪处理？希望这个蔡主席会当亲自去佮慰问啦，吼、哦，慰问啦，吼、哦，去佮慰留，去佮慰留，去佮慰问。啊，阿扁总统是亲爱民进党，吼、哦、嘛，永远感染着民进党的栽培，所以才有机会做公职，吼、哦，做立委、做市长、做总统。所以不能讲吕副，伊、哦、主要决定是安怎，是要离开。啊，是认为安那如何？好、哦，阿扁总统是啊，无可能去跟进这啦吼、哦。这里用国务院来对嘛讲，好、哦，但是在注意讲，那吕副真正退党的时阵，是不是用独立的新闻去参选？好、哦，啊，这拢会对着台北市的选情投下震撼弹哦，嘛是也对着姚文智产生影响。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另外有人建议讲啊，姚文智选市长，加讲政见，加讲理念，尤其是大。你台北市长选你讲政见、讲理念，是不是最后有功能啦？哦，当然每一个候选人都会讲政见、讲理念。在1998年台北市长选你结束了，联合报告做民调，但总统的施政满意度是76%，但是的得票率是46%。哦，就讲你问台北市民啊，过去四当哦，这个陈水扁市长做了好无？76%讲做了好，做了好，吼、哦，非常满意。结果投票出来46%。中是相差落差30%走去对，所以这个陈总统连失败，显然不是讲市调做了无好呢，76%满意度可能无好，这是个比今麦这6多数市调满意度嘛无遮悬，个桃园市的这个地文产市调算是下下叫的嘛无到76%呢，啊，所以阿扁总统连任无成功，并不是做了无好呢，伊是意识形态嘛，是选民结构嘛，是政治立场嘛。好、哦、啊，所以你今仔日啊，讲政见、讲理念当然真好啦。但是讲政见、讲理念，吼、哦、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吼、哦、不一定是啊，一定照安尼。好、哦、啊，所以这个部分咱也要注意。另外就是讲，这个这基本盘人中间选民的问题，好、哦，到底45%人5%，你要哪来处理？好、哦，民进党里总统大选基本盘45%，为着要来过半。所以咱两个原来45%坑的，争取另外5%，哦啊5%加45%，讲50%，安尼过半，
但是你为着咧5%来争取袂到，45%搁失去的时阵，哦，你无增加点到你的本失去，哦，那安尼想要哪处理？所以陈总统的建议是讲，你一定要先过45%，基本盘先过好嘛，基本盘过好了，才搁向外去扩展迄个5%，就是所谓基本盘极大化。哦，所以咱家己的计单。先过冬，哦，都是安尼啦。当然嘛，有人讲啊，咱来先去争取5%，啊，45%先放一边，真像甲中定争议长，哦，伊就是这个看法。哦，但是姚文智目前民调是落后，哦，你看对柯文哲、丁守中、姚文智落后。当然有人预测讲，即摆来政党对决，哦，柯文哲会去有边缘化，柯文哲会较弱去，姚文智会这个吼、哦、民调会浮起来，哦，这嘛是拢有较大的可能啦。但是无论如何的、就是讲，即摆。第一，内部要整合；第二，就是讲在内部的战力，吼、哦，你要先给发挥出来嘛。哦，整合好，你袂当讲啊，吕副啊要退党要选，哦，苏焕智前馆长啊讲退党要选，哦，还是讲搁什么精英哈？变作咱台底民进党都无团结啦，用心是大吼、哦。你历史以来的选举啦，团结无一定会拍赢啦，但是无团结绝对输啦，绝对输去啦。哦，所以这个。团结内部和内部的团结是非常重要。哦啊、另外，咱个啊看的是讲，基本盘要够调的啦。柯文哲是压压叫博到输输去呢。本家大家看得出来嘛，小英总统是要理账的嘛，嘛是教育的方向嘛，甚至个做球和柯文哲嘛。哦、小英总统公开咧讲啊，台湾价值啊，希望来了解柯P的台湾价值如何。那柯文哲伊搭这个柯地。哦，做一个较适当的说明表态，哦，啊，这大家支持者听会落。无得到今仔日无姚文智的提名呢，今仔日就是礼让人柯文哲合作嘛。那这种情况下，柯P要连任是绝对势如破竹，迄个大个呀。但是今仔日三家独立，迄个不一定啊呢。所以我只讲柯文哲是，伊讲伊智商足悬啦，哦，讲智商180呢。还不得个是聪明，去有聪明误去呢？聪明反被聪明误呢？伊搭伫一般即个好好叫博个输输去嘛？本家就是稳的，人民进党咧合作的，甚至即个是包括小英总统啦、郭宏斌吼，拢不断互伊一挂球会当好发挥嘛，释出善意互伊，互伊讲嘛，看安怎来挽回即个代志嘛。柯P是愈讲愈严呢，对着小英总统的嫌疑吼，伊也无咧甲你认情啊，愈讲愈严嘛。那批评民进党遮，批评民进党遐，哦啊，对着咱遮个啊侵略个基本立场，一定会是全部放弃掉啊！已经变红色立场啊，红色立场啊！啊，这咱要哪接受啦？所以最后是规个基层大反弹嘛，包括咱节目内底口音，咱是规个安怎一面倒个大反弹？我唔相信民进党党中听袂到啦，透过所有个即个民意代表、各地方议员伫位，绝对即个意见拢会反映去中央嘛。而且不是咱台北市哦，是全国的这种反对意见。讲台北市袂当人科比合作，那安尼合作落了，阮即管市议员不爱投啊啦，县长袂瘾投啊啦，啊是包括以后总统也袂瘾投啊。哎、欸，这个声大哦，所以你看党中央也是啊急踩刹车哦，这个180度的政策的改变，过来讲啊，我征召诶提名这个姚文智委员，所以这个拢有伊的一个脉络可循呐、啊。所以真的赶快，民进党有上好的优势，那种柯文哲有最好的优势啊。结果伊家己甲伊这个啊、打掉，吼、哦，伊家己用甲怎啊破局去，吼、哦，民进党家己无替人袂使，这我那也本事哩。啊，所以民进党即卖是完全执政哦。行政院我先讲着，吼、哦，虽然你讲啊，这个爱当讲哦，完全即件无代表100%你都会当做啦。但起码是真好做嘛，但是他都所讲的，当法务部跟司法院这两个就无及格啦。啊，这不是拖累新总统嘛，拖累到赖清德院长嘛，不怪民调的落啊。好啊，所以咱就爱面对这个问题。虽然完全执政，但是千万唔通讲，把遮尼好的机会跟优势吼白白浪费掉啊。压压叫唔通博到输输去呢，唔通因为大意啦，因为松懈啦，因为这个误判啦是安怎？好，人若叫唔对，步调找唔对，意调找唔对，无法度推动改革啦。好、哦、啊，这个足可惜，咱是完全执政有大好的机会呢。啊，好啊做，绝对选民哦，在啊老百姓这个大大的鼓掌嘛。
哦，啊，那无要好啊做，啊，这大概失望的时阵，哦，唔当小看这个基本盘的流失呢。哦，有人讲啊，科比那种少年的，少年的哦，投票率较低，免惊伊。我讲嘛，袂当安讲哦。我讲啊，民进党家己基本盘敢无流失？民进党家己的基本盘敢无为啊？走对别个候选人遐，啊，你真啊无法度靠倒来，无法度靠倒来的时阵，你打靠一十拍的调嘛？三卡都你想无爱冲到40%以上啦，你若无冲到40%以上吼，你对台北市这场算歹算啊，台北市若无好，新北市袂无可能好啦。台北新北是互相影响，交互影响。台北若无好，新北无可能好啊。新北若歹，台北也受影响啊。若台北新北拢歹的时阵，全国受影响。吼、哦，用真是大这个吼、哦，咱来观察者，绝对是安尼。双北若无好，全国受影响啊。双北要好，好、哦、用歌舞语说讲，因的策略基本还是过掉，45%无过掉的。你打讲要争取的5%吼，讲、哦、啊，这个5%较关心的，争取要5%的啊，这种这新的支持，我讲啊，较简单。哦，你家己本身爱先处理就好啦。来，即卖先进行的工商服务，等下马上回来，工商服务专线。07-761-8075 07-761-8075 多谢。现在是广告的时间，其中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牛樟芝。牛樟芝大家在说的是台湾的国宝，也这么珍贵，就是因为牛樟树是国家第一级国宝级的保护的树种，所以我们在市面上所看到大部分是昆士体，那是用细菌去培养来，比较到真少是用龟裂的牛樟芝的籽实体来做的产品。所以牛樟芝就亲像灵芝同款，上有营养价值的，就是伊有丰富的三铁类，嘛只有用籽实体来制作的，才有真正完整，伊量是做80%的迄个三铁类的成分。所以咱若是要食，就爱认明着这个籽实体这三字。而且特别注意哦，市面上卖根本都唔是牛樟芝，迄是用别种树木的什么菇啊来倒倒的就摕出来卖，所以大家爱甲目睭闭好金，避免着你开大钱去买啊，结果无效果。所以介绍到这，大家就会当了解为什么咱要推荐这个和平牛樟芝，因为伊是甲农委会的技术来合作，有国家。而且是用真正规粒的牛樟芝的籽实体去提炼去制作，啊，佮通过着卫生部详细规定，足足是90天的这个检验，品质佮伊的技术，拢是由国家政府的认证，佮你登行看挂保证的这种保障，互你会当安心长期来服用的和平牛樟芝，和平牛樟芝一罐是3500元。另外，咱的产品之中嘛，甲大家做一个介绍。正型 Q10 原料对日本来进口，佮添加着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会当增加血球健康的维生素 E， 是独家的配方。一罐加2个月，只要2800元。正型深海鱼油原料对北欧的生活水准相关的挪威来进口，丰富的 Omega 3、EPA 加 DHA。一罐嘛是食2个月，是2200元。啊，佮有上适合着咱的天气呐，较变冷，咱来啉的新鲜地鸡精，经过着 SGS 的检验，有丰富氨基酸，会当升温来保存。要啉的时阵，加温炉烧，芳醇佮好啉，一组30包，5400元。最后是咱的钙滴加，补充钙质第一选择，用上好的柠檬酸钙来制作，佮添加着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增加人体对钙质吸收，帮助咱的骨骼加喙齿成长的维生素 D， 啊，佮有胶原蛋白，对咱的骨头的保养与上全面的照顾。一罐120粒，1200元。以上五项产品，若有欠用，即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75，07-761-8075。感恩努力。多谢咱的好朋友吼，包括即卖咧看脸书直播的这些啊网络上的好朋友啊，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即卖口音电话也要甲开放哦哦，除了你会当离咱的啊脸书顶管吼粉丝专业直播留言，
嘛会当卡入来咱现场的电话，和全国的听友，拢会当听到你的意见，你的这种的想法吼，让大家做分享。现场的call-in热线0776180018。761-8018 吼，高雄的电话头前加07。来，咱即摆个看即个六都的选情吼，媒体上的做一个初步分析。民进党讲六都吼，即摆就是要过四席抢两席，因为现主席咱的执政县市的是四席嘛，对，从北到南就是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吼，所以咱是要顾四吼，这四席要顾掉。吼啊，抢二就是台北市、新北市，吼抢二。啊，若讲民进党的这个中东部是讲，那我都甲新北市也好，吼啊台北，吼啊这两席内底先开一席起来，安尼叫大赢，吼这样就算大赢。国民党是讲啊，因这个台北、新北有法稳定，吼因台北提名丁守中，啊新北提名侯友宜，吼国民党讲啊因这湘北的吼这较稳定。啊，即卖就要拼台中，那有法都甲因咧拿旗插伫台中吼，安尼就是叫做胜选，吼、哦。所以这是民进党、国民党党员啊，两个政党立场不同吼、哦。啊，因即卖啊，即、這个有哪有定下目标值啦吼、哦，有因家己的目标里遐。啊，你其他各管区，这是嘛是有伊的引诱的问题哦，黄金时段。哦，你亲像讲宜兰。吼、哦，宜兰这个啊，民进党有提名嘛？吼、哦，这个即摆现主席李伟，这个陈欧博，但是嘛有人讲，金德是代理馆长，吼、哦，馆长的部分是不是？我都人啊，这个现在代理馆长，吼、哦，人即摆馆长也有选人，那上唔是讲介这个互动量，唔是讲介损失安尼啦，那上卡卡啦，吼、哦，这嘛造成你。地方上要竞选吼，你若讲咱的团结对外的袂有啊，你讲内部个里啊内耗，这是无必要。譬如有人讲啊，管路的行程啊，跩管掉好选一无都去走啊，是等等。哦，当然对着宜兰地方的生态，这种我是无了解吼，但是嘛，听到一挂支持者吼啊，相关的一挂反应，我相信中东部大家应该做清楚啦。哦，中东部你在操盘选情，哦，应该上清楚讲每一个所在状况嘛。哦，真像中华啊，中华这嘛是过去拢是较民进党、国民党五五波的所在。我说中华嘛要注意哦。哦，台中、中华，台中若好，会带动中华嘛；中华若好，会带动台中嘛。哦，这拢是一个规个大生活圈吼、哦，互相影响哦。哦，啊，你台南甲高雄相对是较稳定。哦，啊，但是台南嘛有扩张性啊，这个教授参选的问题，哦，是不是会瓜分一部分的选票？哦，即个后续效益嘛，值得观察。哦啊，陈总统嘛有讲，讲啊，柯中新教授伊要参选是已经做好决定。哦啊，来看啊，毕总统啊，甲讲啊，伊要选台南市长。啊，当然这是阮的故乡，地中的故乡。哦啊，即、这个大家讲鼓励哦，祝福哦啊，鼓励啊，祝福柯教授。这我那是做台湾派的立场的。哦啊，但是。像地中，我是民进党员，我是民进党所提名的高雄市坚定小港要选议员的参选人。我当然，咱嘛有咱政党的立场在遮。哦，啊，你讲对着这个代志高雄的选情，哦，咱是鼓励，无代表讲咱是一定支持。哦，对一个候选人，吼、哦，是讲唔是当去派对一个候选人。哦，这个嘛要讲个清楚，无惊讲话咱的啊选民误会，讲哦啊太伊咧。啊，民进党提名啊，是不是当啊？毕总统是去叫什么人出来选？哦，事实嘛，不是安尼。哦，所以今天咱来说明哦清楚。高雄，咱的基迈立委哦，选情是稳定，稳定中成长嘛。哦，但是国民党提名这个韩国瑜哦，人陈义民较无共，陈义民是学者出身，哦，相对伊这是较学者的个性，哦，较袂一寡啦，无实在袂去乱讲啦。啊，但这个韩国瑜无共哦，这个韩国瑜是。会当讲国民党哦，伊即内底较充足诶哩，啊，亲像即种哦，伊就是，反正伊就语不惊人死不休嘛，反正伊伫高雄基本上哦，基本盘是输绿色诶啦，啊，所以要哪里一个选战内底去啊，创造伊个议题，即摆嘛有人咧提这地中呢，讲地中你虽然是选议员的坚定小港哦，但时到吼、哦，即、这个国民党诶市长有选人韩国瑜吼、哦，绝对是。
客吼地中客我来做剑吧，哦，无不只是讲来拍这个陈其迈，哦，咱的市长候选人，嘛要来修理地中，客我做剑吧了，对，哦，意思讲啊，这来买卖地中啦，来修理地中吼，啊来啊制造一种蓝绿对立，吼、哦，讲伊的蓝绿对决啊，是啥物种？吼，因遐亲来，吼，因遐亲来粉丝哦，亲来支持，亲来送。送的时阵来刺激着带动国民党的选情，我讲啊、选举也好，拿力也好，讲啊有人讲啊，伊、你对要一块看板专门咧修理地中，哦，骂地中啊，骂甲做歹听，骂阿扁总统，我的老爸骂甲做歹听。我讲啊，若要用看板啊去骂人去修理，我讲啊，真得看给咱坚定小港咱高雄的选民的地位吧。我讲啊，你若要骂。话当然是安尼哦，如果安尼乱修理的，无实在话，吼、哦、啊，这种正安的话也咧讲，吼、哦，迄当时大概其实邱毅嘛讲出侪啊，啊区阿个讲出侪，最后讲到尾啊，伊家己落选呢，吼、哦，伊伫这个林阿区是属赵天麟委员的，诶，没变价是没上忝的呢，没修理地中是没上忝的呢，你看你辩论会顶管，咱来甲他修理。骂我是畜生啦，骂我精神啦，骂我安怎不好啦，什么有诶无诶吼？这种对着我的人格咧抹杀，还无要紧。选民的地位足悬，用钱是大，最后用选票甲制裁啊，选票甲制裁用钱是大。所以你讲啊，韩国瑜讲要出什么怪招啦，要修理啊，阮陈家啦，修理地中啦，要来攻击阿扁总统，我讲拢注意来啦。你看啊，伊的什么统促党诶呀，讲要辩论什么？哦，啊，一挂这少年呢，哦，迄、那个激进党诶，一挂少年好选人，讲啊，无要紧来，要变台独来变，哦，叫伊要叫伊个统促党人去变，实在咱乐观其成呢。咱台湾的这少年一辈，这有哪拢外命的呢？一个比一个较命哩。这台派这少年接落去人去冲啊哩。所以你无论安怎，我讲咱家己吼心头爱了定，咱唔惊伊咱乱骂哩，因为伊乱骂。自然选民来去甲制裁啦，就免咱讲，伊乱安尼乱讲的时阵，就迄种国民党迄种的，抹黑的手法，佮摕出来咧用，迄是用看破卡手啦。要来选高雄，要来选对，咪提出政见。你看咱的基迈委员咧讲，安怎做一个经济，要怎拼经济，要怎发展上人工的地位的城市，做几多高雄要做经济首都，做人工智慧的城市。这台湾的领头羊，对不对？来讲这政策，讲这政见，讲你要哪锻炼高雄啊，以后发展，这唔得真正，这有胜选呢？这种的可能性候选人在讲的，啊，不是规工里也在讲一种不入流的话，无水准的话，那规工拢在讲迄，你也知影讲安尼，操选情啊，泡泡啊，你知影啦？所以呢，这者为敌，这者为敌啊，这者冲突性的，好、哦，咱面对神经。心头聊天，唔惊树尾遮风台吼，啊，咱就脚步一步一步甲打稳向前行。我相信高雄啊，地中相信讲高雄市民的智慧，哦，相信台湾人民的智慧。来，最后一波的这个工商服务，咱甲听一下哦，啊，马上阁登来现场，多谢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地中。在这个广告的时间，地中特别要介绍的产品，拢是经过长期咱来挑选、调查、研发。除了咱的原料品质是一定一挂保证以外，添加的嘛拢是独家的配方，是地中特别针对咱一个乡亲是大好朋友，尤其是老人家的需要吼，来甲你做调配。因为这个年岁较有了，你就有足济退化的这个镜头。上接听到是讲骨头的酸痛吼，钙质、骨质的这种的流失。无论是心肺更失去着弹性，较硬化啦，血流脱掉的，甚至引起着生命危险，就是脑部的退化，记忆变歹，代志想袂起来，记袂清楚，做烦恼，这拢是真侪养精时代会拄着的问题甲状况。针对着咱的身体欠缺的部分，你得爱去补充，你得爱重视爱保养，这是照顾咱的身体健康吃百二吼上有效的方式。甲大家来介绍吼，咱所提出。补充钙质的钙滴加、钙滴加，一罐120粒，只要1200元，是用上好吸收的柠檬酸钙来制作，佮独家添加着会当补
帮助着国家的成长，对韩国进口黑酵母发酵萃取物的贝塔葡聚糖，啊，佮有帮助咱的钙质吸收的维生素 D 佮胶原蛋白，补充钙质第一选择，就是这味的钙滴加。长期以来拢是销得名的正型 Q 特嘛，介绍大家效果做好，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原料对日本进口，在国内国外拢非常的红，非常的畅销，是帮助咱的细胞产生能量、活力上重要的元素。一罐食两个月只要2800块，啊，佫有受到真侪听众朋友喜爱的正型深海鱼油，原料对北澳挪威进口，品质优良，水准佫高。要吃到上好的深海鱼油，唔免阁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你一边一国爱台湾，你就会当买到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加 DHA 正型深海鱼油，一罐吃两个月只要2200块。台湾的国宝，只有咱台湾宝岛才有生产。和平牛樟脂用咱高雄六股在地原料，规粒的牛樟脂是摕去制作。实实在在，你看会到、摸会到的，无加工的才是真的啦。啊，佮有行政与农委会专利授权，国家的品质佮保证。吼、哦，外国人来台湾买佮是抢无货。和平牛樟脂一罐食两个月，只要3500块。Q10 正型深海鱼油，佮牛樟脂，即卖累积满六罐的，佮送你一罐。这是由咱长期支持高官的听众朋友最大的感谢，120000分的。感谢，伊个是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感谢努力。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哈，继续等下咱的现场。啊，那对着咱的工商服务产品啊，这个有兴趣哈，要进一步个了解，有欠用要甲厂商交关，麻烦你卡专线哦，0776180075。对，早时九点到暗时六点，拢有专人替你做服务吼。来，今仔时间真棒吼，咱后回空中再会，感恩努力多谢吼，谢谢。上水的理想，一只那海鹰，一只那海鹰，永远是心坎里。新的风帆，所以